作佛事，所有众生生我过者，远离分别，住根极静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一章啊，就是意愿啊，莲公汇集这个本子，法大誓愿。采取语言译本里面24章48愿啊，这是第6章定成正觉，第12愿啊，定成正觉愿，经文说得很清楚。我作佛事，是阿弥陀佛愿是因地发的，那个时候的身份是比丘啊，他将来做佛的时候，所有众生生我过者，注意所有这两个字啊，这两个字的意思太深了，太广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最高的有等觉菩萨、化身菩萨、三乘菩萨，有声闻缘觉，下面6道众生，一直到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能往生吗？难。为什么？这无间地狱的众生也是久远劫修这个法门，只是临终一念错了啊，不幸堕地狱了。这有可能临命终时生怨恨心啊，所以经典跟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，送往生的时候决定不能够触动往生人的身体啊，为什么？他会有痛苦，怕他痛苦生了怨恨心，那你就不是送他到极乐世界，送他到阿鼻地狱去了啊，这个罪很重啊，不但不能碰他的身体，最好连他的床铺都不要碰啊，总得要有一点距离，这样就好啊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很多往生的人，送往生的他不懂这个道理啊，还要去探测啊，他的温度最后从哪里走的啊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啊，千万要忌讳啊。好好修行人定功不够啊，临终触动他，他会生烦恼啊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念成恨，地狱道去了，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啊！他到地狱道，他决定怨恨你啊，因为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。那么冤冤相报啊！你往生的时候，他决定了障碍你，这是很大的错误啊！要相信佛的话，要相信祖师大德的开始
啊，所有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有生到十宝图的法身大士，华严经原教初读以上，等觉以下，都住在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没有见性的，没有明心见性的，断了见思烦恼，断尘沙烦恼，未破无明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那么最下面的是六道众生，一品烦恼也没断，啊，只是功夫成片，这个要知道。海鲜老和尚常常叫人劝人啊，无论如何要念到功夫成片，凡夫做得到的啊，事业心理业心未必能做到，功夫成片可以做到。什么叫功夫成片？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呢，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叫成片，功夫成片，烦恼习气没断啊！有这样的功夫就能往生，有这样的功夫啊，就有感应啊。功夫成片是感，阿弥陀佛现身给你说法，这是因，而且肯定的。楞严经上说过啊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经文说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必非常肯定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，这是说功夫成片的人啊，阿弥陀佛现身，你跟他见面，佛会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，寿命到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，等于说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啊，你不会再有犹豫，不会再有疑问了，决定的是啊。那么有一等人很聪明，见到佛就向佛要求，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弥陀慈悲，没有一个不带走的。凡夫老实听话真干，信愿之名，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到这个境界啊，一般绝大多数的人三年。所以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，发心念佛三年往生的人有多少，往生传里面你去看啊，三年的一半以上，绝对不是说他的寿命刚好还有三年，这个不合乎逻辑，讲不通。什么原因往生的？他还有寿命不要了啊，求佛戒引他就往生，是这个原因啊，这才讲得通啊。啊，万缘放下了，一心专念三年，真正做得到啊，没问题啊，真正做得到。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要下定决心，一生成就。
如果不走也行，不走什么家功永恒，像海鲜老和尚24小时心里有福，口里有福啊，他念佛通常都不出声的，嘴唇在动，叫金刚齿，没有声音啊，生活穿衣吃饭佛号没断，工作啊，他的工作是种田农夫啊，在田地里面工作佛号不断啊，待人接物佛号也不断，一句接着一句，我相信也不过是3年5载啊，就能提升到四义心不乱。四义心不乱，身方便有余土啊，不再同居土啊，得到四义心不乱之后再向上提升，应该也是3年5载，就能提升到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生十宝庄严土，也就是化身菩萨，这是极乐世界往生大智的状况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